我先。第三季有没有男选手会破林靖伦的记录啊？哇，有一点点高难度的挑战。是，贺金祥，贺金祥，你有经验呐。邱胜翊，非常的快。 往前，预备，开始放我一个起跑，看到林靖伦了，林靖伦正在前面，在前面，后来林靖伦50公尺，林靖伦同在前面另外的潘金伦52号啊，紧追在后。 哇，他跟那个牙买加闪电一样，还要看一下摄影师。镜头，来看一下，边跑边看摄影师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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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往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